我以前讲偌济量，我唔知影咩样变。啊，今日要食啥物？姐，啥子物件我罔买啊？简单的先来啊。啊，好好好好，拢袂记哩啊，因为提饭拢袂记哩啊。你先搁塞下，用手做一块来，安尼啊紧啊。塞一个促销，加红爽啊。好个了啊，你着做你三块就买就对啊。恁两个三块负责卖啦，好不好？干人要保利龙。大，你讲要保利龙的啊？来，大只靠你。来，这支你哪要买啊？这支不好笑呀、啊。这支买着你，阿芳阿多遐来举报，你家己也会记哦。等下我要卖啦，无紧啦，你会记阿多迄落个。来，个人要食起个鸡腿无？因为鸡腿排，这拢无骨头的，三百几啊，我变只鸡腿，想要食来两百外了，两百块。大你也免摸我，还摸落你免家摸。两支鸡腿哦，你三支鸡腿哦，你哦，四支鸡腿，五支鸡腿哦，六支鸡腿，七支鸡腿哦。我无卖三百，无卖五百哦。你先给钱的哦，我这三支搁送互你食哦。一个人加几支，加十支哦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拢无骨的哦。咱要食鸡腿，食无骨的，莫食有骨的，搁我创啊麻烦啊。来啊，四支、六支啊、七支啊，来啊，这三支烧送啊，十支啊，两百尔。一支、两支啊，三支、四支啊，五支、六支啊，七支、八支啊，九支、十支，拢鸡腿这大支，搁拢无骨头啊。两百个有要来无？你个人要买100块试吃的无？个人要买100块试吃看卖，这真正口味赞嘞。我来，个人要试吃看卖。我都买哦。哦，你买来，好来。是啊，你帮我收起来，讲下手紧了，我讲吼，来。来，要食啥拢讲，我来甲卖哈。来，这个我先来卖一下，这啥物？哦，你见面就要摕遮好个互人家哦。来来来，其实讲真正哦，这拢人家公认讲好食，这拢毋是我讲个，这个。哦，咱嘛才卖无偌久，这个物件产品卖无偌久，有足侪人家来讨个，这个袂甲恁骗。这啊，顶级的富贵花枝虾球，这当个飞机啊，有虾啊，有这当个季节有够瘦有够胖个这啊。你话我煎个一包青菜卖178块，对不？你两包煎要干免300-400块，我也无卖恁遮贵。恁客等下煮两包，上面食200块了。你搞买200-700块送你啦。一个人客，哎、欸，阿红。OK， 一个人客30粒啊！你当个用真个钱个拢好食。等下啦，我来讲啊，一盒啊，够好你啦，4包啊，200了。来200块，迄、那个花枝虾排，两、那、迄个花枝虾球200块了。来200块了。这你爱买啊？这真正俗俗到够俗，好你命啊！200块有要食花枝虾排无？一包百七，两包卖讲35啦，我卖恁200块啦。一包搁送你啦，一包搁恁是做伙来啊？哦，好啊，我等下搁摕。200块要食无？还是有人要买100块试食？好卖，无见啦，100块啊。你若要买过是买100当个试食，你一定搁来啊。一包就好啦，你相信我，袂甲恁骗啦。物件会讲话啦，物件会讲话，食你就知啦。先去收啊，一个拢啊，来。来只，八包。先去收啊，总共几个互你？我只改三个。我搁包3个啊，来2个啊，3个啊，100块了，这两啥物要过路的？天气歹干，啊物件贵干，你要200啊？你无啊？伫个收啊，无啊。系啊。我讲总共搁我三个，我分钱。啊，即摆差几个了？这边来啊。那结束啊，无啥物啊？哦，没有什么。哦，几个啥物来啊？那都客啊，干啥物进来啊？莫搁客啊呢？来个拜，我要买啥嘛？恁讲要食啥？这简单，搁俗，搁好食，我先甲恁买一个好无？下一下塞来去桌顶我了好无？来，阿叔，你去平嘛看，我要塞啥物物件做一下来吼。我了卖了，你就起来；卖了，你就起来，拢莫空档个对伐？啊，这我先甲介绍这啦，这是牛肉披萨。恁看这安尼料偌济，气势偌济。这当然啊，其实拢免煮，你拢拼入去烤箱，烘烘就足好食啊！哦，这气势，刚才这气势，这刚才用我手刚才牵丝，你食了会爽啊！这一袋外口，你若讲80块，这牛肉拢烘到90-100嘞啊！这三袋烘起来卖300，卖500，200上面是200块了。你若跟我买200，我来讲啊，这三袋我搁送你啊！一个人给6袋牛肉披萨当然哦，200了。来200块上面是披萨200块了。牛肉披萨，这真正烤箱烘啊，你鹅肉啦，真正啦！你若配配豆丁、牛丁、青菜丁啊，你唔好买过试食100了。来，你唔好买过，买100块试食看嘛，100块了，100块。谢谢收起。看啦。恁家有人要食帝？哎，对啊，你先塞一碗回我，陪你弄个呀。恁家有要食帝王蟹块放？退冰了，当食卖5包，卖4包，3包，有人要食了3包。5条你，6条你啊，7条你啊，8条、9条啊，10条、11条、12条、13条、14条、15条，这种蒜泥酒落去做的，这真正真好食啊！退冰食一下300块尔，来300块要食无？300块。
金龙啊，三四啊，五啊，六七啊，八九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啊，十五，三百了，三百了，来三百块。金龙三四啊，五啊，六七八啊，九啊，十啊，十一啊，十二啊，十三啊，十四啊，十五啊，三百了，三百够要爱无？有啊、哦，来谢谢，来。来到人要吃薯条，这黄金脆薯这当个钱钱的落啊，大块钱大块钱，一包百三两包二啊啦，唔免只有囡仔孙仔吃一百落，来一百块落啊，一百块落，迄、那个香迄、那个香黄金脆薯一百块落，一百块落，一百块落，来谢谢收起来，来，好啊去，好啊去，到人要吃蚵仔丸，这蚵仔丸有包咸啊两个哦。这当个之前有告诉我，告方规间照甲盘讲讲哦，一盒十二粒，我只要百五，百五加百五啊，对。三包面一百了，来蚵仔丸、芋头丸一百块了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来蚵仔一包，来要吃啊，芋头丸一百块了。真真的尔，之前的尔无面无角，搁盘搁好吃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啊，想我搁加一家起来，一包拢有啊。无个，谢谢。来，我做你夹扛的。到人要吃手工葱抓饼。这两个煎两就好啦，做炸汤做烧鱼，三百五包面，一包几袋八袋，这手工的哦，一包了，来一百块，手工葱抓饼一百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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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百块，手工的葱抓饼够有没有？一包，最后一包一包有没有？手工葱抓饼，谢谢。来，他要给的，我这不是给你的。你要啥？咸猪肉，来一只。咸猪肉要吃五包面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一条三百，两条三百，三条哩，先给钱这条块哩，四条三百了。咸猪肉上面吃三百了，来咸猪肉个人要吃三百块了，这条块上哩四条，这总共三十包，三百了啊。煎啊、烘啊、炒啊，拢真好吃，拢有啊。百五块块要试吃看嘛，一百五。百五了，百五块块要吃试吃看嘛，一百五是不？麦克罗啊，百五块要试吃看嘛，一百五。有啊、哦。收起来，这个我没给白色的。来，什么？要吃啥？要吃啥？讲起来。什么没来道工？靠你，你讲起来，你休息，我就太难过。有当时你无闲，无注意到。未来一步，我先甲恁大家人家讲一句话，我讲真心话吼，我安那无闲，拢是要甲恁服务的啦。我讲真心话，我咧无闲，无闲到你靠遐，阮中啊就是真正服务。有当时你无闲，你就休一下。我少年的，我要走啊，我车啊，唔管安那无闲，我来塞过，啊，就甲你塞去车顶。你来遮开钱了，唔免搁伫遐摸甲艰苦坐过。我讲真心话啦，你莫甲你摸啦。哦，讲真诶啦，真正莫甲你摸。我讲我真心话啦，你若有买好休一下，我少年，我要走啊，我绝对是派人过啦。你讲若要食花枝月亮虾饼？这当个季节了，好啊！这内底有飞机甲虾啊，一包外口季号鱼啊，白两包五百几块，卖五百卖四百，我卖你两百了。你甲我买两百，这包搁送你。内底若食无飞机虾啊，我钱你。这包搁你四包装起来，两百块上面写两百块。来者，花枝月亮虾饼，来两百上面写花枝月亮虾饼两百块了。来者，来谢谢，来。这四包装起来，两百上面写花枝月亮虾饼两百块。来个来要吃什么？我要点啥？多利鱼。多利鱼啊！我今天有给他炸来，多利鱼一对。一对。来，给给，一个新手钓者，一摸后边大概，真正表姐我等下要喝。来，多利鱼要吃，我来讲，听我讲话啊，注意听。啥？多利鱼啊，多人听，下面两个。吃。这拢无饲哦。这拢无饲哦。一支饲拢无，即当然你看要收盐蒸，看你用炊鱼啊，把油甲比蒜里遐油哦。即叫多利鱼，后人讲叫巴萨。即餐厅呢，一分拢毋是一袋哦，一分安尼两百几块的套餐，大补贴板烧总会煮这個。即凊彩我煮一包四五百块，来我来讲，要创事的你莫买这，即一支饲拢无，即一包活动，一包一千克，一斤就对个啦。五个饼钱，即餐厅食个破辛苦啊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。这两包多三斤半，一支饲都无啦。这安那吹安那好食啊，三百了。来三百块多利鱼，三百块了。来三百，怎么吃多利鱼？我足久无寄出来啊，三百。我存过一堆个啦。三百个要吃多利鱼，三百块。三百，这拢无饲啊。这肉绝对无输蒜里哦，这肉足油的哦。三百个要来无？先吃四包。来，好啦。多利鱼有啦，要来无？买虾啦。买虾啊？你要炒个也白。
草的、大尾的、啊白白的嘛大尾的，要草的、要白的拢有。白的起起啊，做莫过啊，莫老尔，莫去后壁。来白虾哦，白虾要食来开开600了好无？你有600块好无？600少。开600好无？恁一定要注意听哦，要白的有足侪妹妹教教我安教。伊迄白有诶拢甲伊讲啊，我即红咖白，红咖白，其实伊是甲伊偷诶，内底有一半可能是红咖，一半是白咖。咱即规只拢红咖，规个互你检查吼。啊伊，迄是草诶，即是白诶。我白拢同款诶，我白就是白即，啊草诶就是白，拢毋捌改变。即规个经我，吼，即红咖白，即当个你甲查查，真正有够扯，有够甜。一盒卖讲互你开1000，开800遍啊，600了。来600块，来拢啊加过，对白款。你今仔甲我买只啊600，只啊搁送你啊，只啊搁送你啊，安尼啊，两啊送去啊，600了，来600块了，600块要食白的哦，600块。来600两个哦。来，包括最后一个600送咩啊？即卖你买虾啊是上钓时的时阵，我讲真正，过来过年绝对起价愈来愈下面。你讲人唔捌买过，要食啊，等我食看卖无，300了。那边够要。好，对对，你搞买300块，等个试食看卖无？300块，有啊，来，我说你帮我试一下，你卡床俩。来，过来买啥物？虾仁，好，我虾仁，啊，我虾仁，客家我先买一下，阿妈，迄个你无啊？你登记海龟子顶管好啊？来，虾仁啊，好，阿叔你看头前了，无要紧，看头前了，你甲迄个，来，你甲煮个，看有啥物啊简单嘞？来好哦，来好，来，啊，这你讲。